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印顺导师的《佛法概论》第十六章，在家众的德行。我想这个跟在家众呢有深切的关系。好，那第一节，一般的世间行。以一般世间行来讲的话呢，都比较属于人天行。人天行，就像我们讲的这个三大欧僧祇劫的这个过程。第一大欧僧祇劫是不是也是以人天圣为当机者啊？第二大欧僧祇劫是以什么？以声闻圣为当机者。第三大欧僧祇劫呢，以菩萨圣为圣当机者。所以呢，第一大欧僧祇劫也就是所谓的五圣共法那么以人天行为当机者，那么也就是说行菩萨道或者是声闻道，是不是也要人天行的基础啊？一样要有人天行的基础。所以人天行呢，它是属于世间的德行。那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出世的德行来讲的话，是一般德行的圣境，也就是说先有世间行的基础，之后是不是才有出世间的能力。那么也就是以一般人的德行为基础更进一步，那么才是出世的德行。好，我想还是画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也都很熟悉了。也就是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所以他其实一样，是这样三个阶段嘛，天人声闻缘觉到菩萨，圆满成佛。所以第一个叫做人天行，第二个呢叫声闻行解脱道，菩萨道，大圣不共法。大圣不共法，这叫三圣共法，这叫五圣共法。但是从这里开始，菩萨道其实从这个地方，不仅是在这一段只有菩萨特有之外，它是不是从这里就开始了？那声闻呢也是一样，也要有人天的什么人天行的基础，但是他到这边就结束了因为他证得无声，其他也就结束了唯有菩萨道到这里叫做大圣不共法叫做大圣不共法。所以呢，我们说先要有世间的基础，之后呢才谈得上出世出法，或者叫出世法，之后呢是世出世入而无碍。菩萨道他是不是世出世入而无碍啊？所以他会有不同的这个层次。好，那佛法都是为了当然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先普及大众，然后才能够怎样见相解脱。所以会有依人生正行而向解脱的人天行。那么佛弟子还没有解脱以前，就常流转在人间天上，因为人间天上都属于善道。那以人间佛教的观念呢，是希望在人间 而不希望 到天上去。因为怕福报太大的话呢，会忘了修行。好，所以呢佛法的世间正行来讲的话，也大同大体同于世间德行的。那么世尊为未来的听法听众说法，总是都这么说如果是诸佛先说正确法来讲的话，而且听闻者能够很欢喜，那么就要先说什么布施说戒说施说戒说天法。所以呢其实人天法它有三福行，一个就是布施持戒那么升天法呢就是修定
修定啊。不过如果以菩萨道来说的话呢，那么这里会有一个修定的一个特质，就是直接从人天法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就会进入这里啊，直接进入了什么菩萨道啊。所以这个叫三福行。那么如果以声闻道解脱道来说的话，叫做戒定慧三学，三学八正道，对不对？以菩萨道呢，六度万恒，六度四摄万恒、哦、这个都是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重点、哦、所以人天行是三福行、哦、三福行。解脱道呢，就是戒定慧三学乃至八正道，菩萨道是什么？六度四摄，还有呢万恒、哦、好。那佛法不但为了究竟乐，也为了现法乐乃至什么后法乐、哦、究竟乐呢，就是到最究竟就是成佛嘛、哦、那过程当中呢，在学佛的过程最好能够改善当下这一世、哦、要学了比不学要好哦、乃至于呢，哎，学了之后，因为有佛法的思想观念，啊、哦，那么在心境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啊、哦，虽然我们的因缘福报不是立刻就改善，但是我们的心境改善了，自然也就有所改善，啊、哦，那影响了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就会影响了我们后辈子、下一辈子啊？所以也一样可以得到什么后法乐的，哦。所以怎样能够使我们现在现身跟未来能够生活得更有意义更安乐，那么这个叫做增上生、哦、所以以人天行的话是比较以增上心，就是学了比不学要好、哦、那如果是解脱道呢，就是出离心，菩萨道呢就是菩提心、哦、是不同的发心、哦、不同的发心。那人天行来说的话呢，会比较是属于增上心、哦、希望学了比不学要好、哦、好。那所以呢，佛陀的时代一般人或者要求人间的圆满，乃至于呢他们也会盼望、哦、他的来生到天宫去享受那里的这个富乐自由。那依佛法来说的话，天上是不如人间的、哦、佛教是不鼓励的，佛陀是不鼓励哈，不鼓励我们到天上去的哈，还是希望在人间，因为人间比较有机会行菩萨道。但是呢，有时候也要随顺啊，随顺世俗的方便啊，也会说说这个、升天的修行啊。所以呢，这种比较充满了宗教的迷信生活来讲的话啊，属于比较透过祭祀啊、祈祷啊、咒术啊。这个都不是比较充满了宗教的迷信哈，但是呢，以佛教来讲的话哈，对这些并哈这个并不赞同的，啊，甚至呢觉得哎这些是不需要的，不需要。所以佛陀所说的人天法，只是纯粹为了自他和乐的得恨，自他和乐哈，因为比方哎布施，啊，可以让对方获得。啊，这个救助以外，其实我们自己也能够获得福报，啊，我们的持戒也是啊，啊，把自己看好，那么免得去怎样妨害的别人，啊，那之外呢，就是净化自心的这种禅定，那么主要是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定，或者叫四无量心，啊，那这个也会是人天行转到菩萨道的一个关键。哦、如果我们修的是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哦、或者四无量定，其实呢在人天行上面已经走向了菩萨道，走向了菩萨道、哦、好。那布施不如持戒，持戒又不如慈悲喜舍四无量定、哦、那所以但是呢这三者还是都需要的、哦、那所以呢、布施它是基础、哦、是基础。那进一步就是要持戒、哦、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布施、啊、是实际的利他的善行，但是一般常常会有不纯正的动机、啊、比方为了求财所以才布施，或者、啊、对人家、啊、对不起别人、啊、那么用钱财去弥补，
或者去闲责啊，这个受到了闲责，然后被责骂之后，我们才去布施，或者因为恐惧害怕才布施，或者想要去哈、啊、这迎合他意才去布施，或者怕死的关系才去布施啊，或者呢这个想要去期望他人让他欢喜才布施，或者自以为富贵啊，要显示他的那个富贵他才去布施啊，或者呢为了要争胜的缘故才去布施，或者去嫉妒或者嗔恨的缘故才布施，或者是骄慢自高啊自大的缘故啊，去做布施，或者啊为了沽名钓誉而布施啊，或者是透过这个咒术的缘故才去布施，或者去解除啊这个衰败啦，去求吉祥的缘故才来布施啊，或者想要聚众才来布施，或者呢啊清见不净一些人才来布施啊，这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讲到，这些都属于不纯正的动机的布施，都不是佛陀所赞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布施要怎样善心净心的布施才好、哦、所以不要为了这些缘故才来布施，这个都是、哦、杂染的布施、哦、那么也都是身外物的一种牺牲、哦、所以呢我们说布施多杂染、啊、布施容易有杂染心啊、因为难免不是为别人为自己或为着这个、啊、种种的缘故、啊、那当然最好的布施就是净心善心的布施、啊、所以我们希望、哎、我们以佛弟子来说的话是净心善心、啊、善心的布施是最好、啊、不过布施的功德还是不及什么持戒的功德，因为所谓的持戒是要节制自己的烦恼哦、使我们自己的行为能够合于人间和乐善生的目标、哦、所以呢持戒等于要看守好自己，免得去怎样妨碍了别人，去加害了别人、哦、所以呢它也一样有相当大的功德的、哦、甚至还胜过了什么布施的功德、哦、因为我们这个布施都还是身外物嘛、哦、持戒呢是等于是管好自己耶，我们本来是很爱自己，容易怎样放纵自己啊？但是在放纵当中，是不是就容易造下恶业而不自知啊？啊，所以呢，透过佛法里面的这些戒律，我们才会知道哦，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啊，是等于是也节制了自己啊，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利益了他人，所以他的功德也是很大的。所以呢，以持戒来说的话，比较偏重在身语的行为。哦，那像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的话呢，主要是在降服我们自心的烦恼、哦、尤其对我们的嗔心、哦、的这种调伏，那扩充到所有一切有情众生的同情，所以这种都是道德心的净化跟长养，更是难得可贵的。但是呢即使如此都还不算叫做正觉解脱、哦啊、因为这个都还是属于什么世间法，但是也还可以成为解脱的方便前方便、啊、等于说要先有这三福行，那么三福行并不是让我们正觉解脱，但是种下了、啊、正觉解脱的一些这个因缘、啊、算是前方便了、啊、所以世尊也讲布施持戒能生人天啊，但是要升到色界天以上呢，就非修离欲的禅定不可。好、哦，所以要修离欲的禅定，那就要更进一步啊、哦。那这个哈、哦，所以像布施持戒都还是属于人天、欲界天、人道跟欲界天。但是呢，这个要到色界无色界天，因为一定要修禅定啊、哦，并且还要离欲界。那这个就比较更困难一点、哦、不过呢禅定都比较倾向于独善、哦、也偏重于内心、哦、那一旦独善跟内心呢也很可能就会远离群众、哦、所以呢在人天行上面的这个修定的话呢，那么最好修的是慈悲喜舍、哦、的四无量定，
那么也可以从人天行呢直接进入了菩萨行、哦、而成为正觉的佛法、哦、那当然这个持戒生于人间呢是比较妥当的、哦、是比较妥当、哦、所以我们说透过持戒那么不会往下堕落、哦、而且呢还可以发愿我要生在什么人间、哦、而不到天上去、哦、所以呢这个要升到天上的话那当然修禅定、哦、尤其是色界无色界一定要修禅定、哦、那一般来讲的话欲界天还不需要修禅定、哦、不需要修禅定的好，所以呢我们说人天行、哦、会有这个三福行那之外呢我们在人间来讲的话、哦那在家众首先、啊、就要顾虑到就是经济生活的正常也就是要拥有正常的经济生活、哦、那也比较能够以在家居士的身份比较长长久久乃至于还有能力去护持佛教、哦、那如何让我们的经济生活保持正常、哦、这里有四法、哦、有四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要方便具足也就是要用种种工巧业处以自营生啊、哦、那这些方便的方式来营生呢那么就是透过知识技能或者职业、哦、等于是有点像所谓的万贯家财不如什么一技在身对不对、哦、透过这一技、哦、有技能或者有知识啊，或者有正当的职业呢，都是维持我们正常经济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啊，但是这样子的经济来源呢，不要是犯戒的，啊，不能是犯戒的哈。好、啊，所以呢，这个哈、啊，在《善生经》里面也讲，先当习技艺，然后获财业啊。啊，正当的职业也就如同田种行商贾。啊、木牛羊星席底舍以求利造屋设床卧六种滋生具、啊、这些都是属于正常的这种职业、啊、透过种田啊商贾、啊、或者以王室或者以书数算话种种呢都是正常的职业正当的职业可以取得生活哦、但是如果跟所谓的五戒、哦、犯了五戒的呢都不正当、哦、听说这个陀然犯智、啊、他依于王、哦、期望犯智居士依傍犯智居士而期望于王也等于是在国王跟犯智居士当中呢出入、哦、那么为了女人而假借政府的力量来欺压民众又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欺压政府从中来、啊、贪污敲诈、啊、剥削、啊、非法取财这个都不能拿来当作家庭的负担或者、拿来祭祀啊慈善等理由来减轻他的什么罪恶、啊、因为他所犯的是五戒里面的、啊、的这种属于比方这个妄语哦、妄语戒、哦、乃至、哦、等于都是犯戒来的这个经济就不属于正当的经济生活、哦、所以我们的方便具足呢就是一定要有正常的技艺啊、哦、知识啊或者正当的职业、哦、来守护经济生活、哦、叫做方便具足第二个呢就守护具足哦、对我们已经获取的、哦、获得的这个财物要妥善保存不致损失、哦、要做妥善的 保存、哦、不要让它有所损失、哦、所以就算投资也得要非常的谨慎对不对、哦哦、第三呢就是要善知识的具足结交善友、哦、不要跟一些这种期望凶险方逸的恶人来往、哦、那善生经也讲财耗的、哦、财物的损耗有六种原因、哦、酗酒赌博放荡、哦、这个妓院
前面三个都属于非实行，就等于是随时随地都不行，都 不应该做的，但是呢经常随时随意的来这个来这样子做的话，那么其实也会损耗我们的财物，并且呢透过妓院啦、恶友跟懈怠，也是会让我们的财物的损耗。那这些也都如果结交善友的话呢，可能就有机会防止如此，所以呢我们说结交善友也很重要，要能够善知识的具足。第四呢，要正命的具足，要量入为出，避免浪费跟吝啬，而且不能是犯戒来的。正命具足的这个正命呢，等于经济来源也必须一定要是什么不犯五戒的，不犯五戒，所以呢世尊提示的这种正常经济，在当时候的社会环境当中也是非常适当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在家种，那么必须首先要有正常的经济生活，然后要有合理的社会生活，合理的哈。好，因为我们人在社会当中会有我们的人际关系，在当时候呢，那么婆罗门教有拜火族，他们说要礼拜六方，但是佛陀呢就把它改成其实不是形式上的去礼拜六方，那佛陀就说所谓的六方礼呢，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东方呢就如同我们的父母，南方是师长，西方是妻子，那么北方是朋友，下方是奴仆，仆役，上方是什么？宗教师。这个也等于说是我们每个人的人际关系都有彼此互相应尽的义务，而不是片面的，那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看到，这个也就是比较合理的这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而不是形式上的礼拜六方，并且呢还有四摄，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尤其是一位领导者他必须要具有的，就像我们菩萨道里头是不是有六度四摄啊，四摄法是很好用的，四摄法就是容易去摄导众生啊，所以属于领导者也必须要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那么因为有这四摄法的缘故，随顺之法的缘故呢，所以就故有大事啊，得披于世间，能够做到这 四件事情来说的话，就如同有力的大事一般，会得披世间的，那么也等于说这个周边的人也比较能够怎样摄受，比较能够顺从，那所以菩萨也以四摄来怎样化导有情，负起人类这个教导的这个责任，那也是这个德行的一个什么扩展，所以主人跟奴役之间也是要有这个好的一些关系，那么在六方当中还特别揭示了这种这个宗教师跟信徒之间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到世尊对文化学术的一种重视，会比较在思想而且付诸于行动的一个方法，并不是重在那个仪式上头，好，所以呢要有正常的经济生活之外，合理的什么社会生活，还要有德化的政治生活，德化的政治生活，好，那佛陀他舍王子的权位出家，那么因为当时候的这种政治情势来讲的话，往往都是互相的欺伐的这种争霸战，那他是不满意的，所以佛陀都讲，就算我们战胜了也增了什么怨敌，战败了呢，又很苦，又而且呢坐卧不安，所以不管是胜或是败来讲的话呢，这两者都不好，所以呢所以说这个胜败二俱舍啊，卧觉极乐净啊，极净乐，
战胜增了怨敌，战败了自己也坐立难安，对不对？所以这二者是不是都应该舍下？既然要舍下，就是不要去从事政治啊，尤其是王位啊，当个国王是不得不去征战的。好、啊，所以呢，他舍下这个呢，那么才能够卧觉其静乐啊，在行住坐卧呢，去感受到那种法的这种极静。所以呢，佛陀是国际的非战主义者啊。哦，对当时候的政治，对当时候的君王，少有论及，也不，啊、哦，不劝民众去向国王示忠啊、哦。所以呢，关于这种国族的兴亡，佛陀也曾经为与世大臣说七法。啊、哦，那古代的政治来讲的话，啊、哦，也因为国王的贤明与否，也会影响着国家。所以呢，佛陀也曾经谈到国王有十德啊，如果当个国王，他就应该要具有十种德行啊。那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清廉啊，这个等于廉恕宽容。第二个呢，就是要接受群臣的这个征谏。第三呢，要好会施与啊，好会施而与众同乐。第四呢，要如法取财。第五要不贪他人的妻女、啊、第六不饮酒，第七不戏笑歌舞，第八要依法而没有偏私，第九要不与群臣争、啊、第十还要身体健康，是不是还治得了 国家大事 啊，所以这个也都比较在重在陶养私德为功德的根本、啊啊、所以在中本起经里头也讲，夫为世间将、啊、顺正不阿枉、啊、前导事礼仪，如是为法王、啊、所以为法王也要有他的这个因缘福报，所以也要多敏善恕正、啊、仁爱利养民养人，既利以平均，如是众父亲、啊、那这都是很有价值的一个教说。所以呢也等于说要国王真的好、啊、要当一个国王要有比较德化的一种政治生活啊，如果要从政的话一定要德化啊，要能够有道德，要有德行来怎样教化百姓是最根本之道啊，那要能够利益平均啊，这类的呢也都是不至于贫富悬殊啊，达到政治的安定啊。所以呢，佛陀对于这种轮王正法来治世、啊、也有他相当的一个理想、啊、尤其呢，所谓的正法治世就是不以刀杖、啊、以法来治化，令得安稳。所以就像佛陀带领僧团，佛陀也讲，不是我在带领，而是什么法在带领，对不对？以法来摄僧啊，啊那对一些小国王来献贡献金银，轮王、啊、应该要怎样要阻止的、啊、不能是这种来这种讨好的方式、啊、所以呢所谓的正法治世呢，就是要用五戒十善的德化、啊、轮王的统一、啊、有时候我们说、哎、他能够统一那个时代的这个国土来说的话都可以称为轮王、啊、那能够统一来说的话，也不是为了财货，也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推行德化的政治、啊、来让人类乃至于禽兽都能够得到和乐的善生 啊，这个才是一种德化的什么政治生活、啊、也就是说一旦要从政，那必须要以德来化民，以政法来治世、啊、那一般人来讲的话，是应该要有正常的经济生活，合理的社会生活，少数从政的话、啊、那么一定要能够怎样要有德化的政治生活、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家、啊、在家人在家居士们、啊、的一般的世间行、啊、第二节呢是特圣的信众行、啊、特圣就是还超越一般、啊、超越一般呢那更特殊的一种殊胜，那就是属于皈依了、啊、三皈五戒后的优婆塞优婆夷，以在家身份来修学佛法、
好，那大体如上面所说之外呢，还有独特的行持，也才能够去超胜一般的人间正行而向于解脱。所以呢，就必须要怎样，无法具足，无法具足。好，除了前面有正常的经济生活、合理的社会生活、德化的政治生活以外呢，就是要有无法。这无法呢，第一个就是要怎样，信的具足；第二个要戒的具足，啊，第三呢就是施的具足。哦，所以在人天恨里头，是不是有布施持戒啊？啊，之前呢要有信仰上面的啊，到第四呢就是文慧上面，文的具足到什么慧的具足啊，文具足跟慧的具足哈。好，那信具足，也就是在于如来生正信呢、啊。啊，对佛陀呢升起正信的心，因为佛为法本呢、啊。啊，佛为法本嘛。啊，有佛陀才有真理法则啊的这个教导跟叙说。而且佛陀是僧伽的上首。啊，对于如来要有坚定而正确的信仰。哦、我们的信心呢是身忍乐欲，心静为性、哦、那这种信，这个为什么要身忍，有没有、哦、这等于深沉的确认、哦、深沉的这种应该说深沉的忍乐欲了、哦、心静为性，也就是说是、哎、让我们不是重持品于这种乐欲当中、哦、而要去怎样能够不堕落在这个部分、哦、主要是因为希望呢我们的心能够怎样清净为我们的特性、哦、深刻信解，又愿求现、哦、实现的一种清净的心，也是八正道里面的什么正见正智、哦、正见正智、哦、也等于说我们的知见必须要怎样正确、哦、等于正见正思维，这个智其实是思维啊。好、哦，那一方面当然、哦、不陷落在那个乐欲上面的追求，是因为我们深沉的确认法的因缘哦、而且也因为身观因缘呢才能够心静，心才能够清净，转染成净啊，转染成净、哦、所以要身忍乐欲啊，心静为性、哦、因为在性的具足里头我们就讲要尽性、哦、对不对，要清净的信仰、哦、清净的信仰、哦、所以我们说、哎、佛法如同大海一般，要怎样信为能入哦、那优婆塞优婆夷的身份呢都是透过什么三皈五戒嘛，那三皈依里头是不是以正信 为主啊、哦、所以呢首先就是要在信仰上面的清净、哦、信的具足，第二个呢就是戒的具足、哦、那么也就是要持五戒、哦、五戒不仅止恶而且行善哦、因为我们不犯五戒就是行善，犯了五戒就是在行恶嘛、哦、那不犯五戒是不是也是止恶了，不仅行善而且止恶、哦、那在家居士来说的话，透过三皈五戒呢要尽行受的来受持，有生之年、哦、都是如此的来受持、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哦、能够这个不妄语，还要不饮酒哦、那有的人再进一步就是去受什么八关斋戒、哦、种下将来、哦、或者来世能够有出家的因缘、哦、那八关斋戒的基础还是在五戒之外，加上第六就是离高广大床，第七呢就是离花蔓璎珞涂香脂粉，第八呢不歌舞观听唱妓哦、这是第八。八关斋戒是八条戒之外再加上斋，
所以总共九条，斋叫做离非时时，就是不非时时叫做斋。所以我们说吃斋念佛有没有，斋是要怎样过午不食叫做斋。一般我们以为吃斋就是吃素，其实吃斋跟吃素不大一样啊。持斋，持斋有没有啊？持斋呢是持午的意思呢，过午不食啊。这个过了中午十二点以后就不用了，不吃了哈、啊。甚至更严格的人还要看那个每天的太阳正中午是几点？有时候是十一点多就已经正中午，有时候是十二点多。因为那个四季的变化，太阳照的那个角度不一样，有的很严格，还每天要查一下。现在很方便，还可以查，以前大概就要用什么竹竿之类的。只要在正午，太阳光照射下来没有阴影的话，就是正午了。那过了那个正午之后就不食，叫做不非时时。那当然如果在家居士八关斋戒也不过就是一日一夜了、一日一夜偶尔去受持。那当然在八关斋戒就不只是不邪淫、那么也像在家出家人、这个离绝男女的淫欲、称为净行优婆塞。那八关斋戒跟净行来讲的话是比较针对在家信众效法少分的出家行，过着比较严肃的生活，克制自己的这个自心的情欲而且种下将来出家的因缘那么所以呢还是以五戒为主五戒为主，那八关斋戒是偶尔行之尤其是有些寺院有办的时候，那随份的去参加。所以五戒还是最重要的基础，因为五戒是不是天天的八关斋戒是偶尔行之之外呢，第三呢就是施的具足布施。布施主要是让我们心离坚垢，住于非家那么修解脱施、勤施、常施、乐舍财施、财物，还有平等布施所谓的心住非家就是不做家庭私产想也就是说我所拥有的这个呢并不是只有我们家能够用，也希望我有余力的时候还能够怎样分给更多的人来利益更多的众生。那这个来讲的话也会这个形成所谓的离心而向解脱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一直绑在家庭里头会觉得一直觉得这个是我家的，这是我家，就会布施不出去反而会增长我们的那种坚定的心如果我们能够住于非家不把它完全当作是我家的私产，希望能够变成公产能够，当然这也要有余力没有余力我们也做不到有余力的话能够怎样，能够布施出去，也能够向于解脱尤其培养我们的出离心，我们能不能舍离得掉那公师父母师长三宝出于尊敬心，这是敬师那布施这些孤苦贫病出于怜悯心、悲悯心这个叫做悲田有叫做福敬田还有悲田所以种植原果故，林树印清凉，桥船以济渡造作福德社，穿井功可乏，客舍几行旅如此之功德日夜常增长这些都是不只是财务上面的也可以透过种果树啦，那么造船铺路那么甚至还要盖房子让一些过路的人能够得到休息种种，那么这个也都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语道，什么正精进，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正语正业正命之外还能够到什么正精进，就是更进一步
啊，透过财的布施，还有我们的体力的布施，啊，乃至于去造作更多的这种把我们的私产变成什么，好像公产一般。那最后获得的这个福报是很大的，因为利益了很多的众生。其实最为受利的还是自己哦，还是自己哈，因为我们种下了这些善的因缘种子。好，那这是布施的具足，之外就是什么闻的具足。好，那施与戒比较在培植福德，但是要得到佛法的正知见，进求正觉的解脱，就非闻法不可。就算是前面的布施能够是正觉出离心向解脱的一个前行方便而已，但是真正的要能够正觉的解脱，就非得要闻法不可哦。所以都要往诣塔寺啊，专心听法啊。那闻则能持，不仅闻听闻佛法，还要能够受持啊，并且还要观察甚深这个微妙的这种法义啊。听闻之后还要思维啊，所以也才能够透过闻具足之后的什么慧具足，所以到慧具足啊，所以闻具足就是亲近善事。对不对？多闻熏习，如理思维，到慧的具足就是法随法行，体悟真谛，要等于从正精进一直到正定，正精进到正定的这个过程，正念正定，所以呢，我们说特胜的信众行，就是除了前面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合理的社会生活、德化的政治生活之外，就是要什么信的具足、施的具足啊，戒的具足、施的戒足，具足还要什么闻具足到慧的具足啊，慧的具足，这五法要具足。所以佛陀也曾经为喻奢家说四种具足，也将闻并到什么慧啊。若四具足就是省了闻，因为也透过闻是不是才有慧啊，闻思修慧嘛哈。因为闻是闻慧所以呢要满足一切种优博色事所以呢也就是以信心为根本，以施戒为立身社会的事情，以闻慧为趋向解脱的什么理证所以呢要加上信心为基本根本。施戒其实都是等于是立身处世的一些这个所做的一些行为，那当然以施戒来讲的话也是修福报的来源文会呢趋向解脱的一些理证，也等于说虽然我们还是在家，但是我们也要有什么释出的智慧也要有释出的智慧来培养我们对很多事理的一些判断这个才叫做名副其实的优博色优博义。不过这个真不容易不过各位都还是也还算能够有什么闻慧的具足，是不是那当然在这个同时其实也有信心为根本嘛并且呢也是这个也有布施持戒布施持戒这样子的一些修行所以算是名副其实的优博色优博义，尤其到闻慧的具足，这个是不是更困难的其实更困难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尤其到闻慧具足是更难的所以呢这个在佛法当中还是比较重于自力，如果自己又能够这样子行，又能够去怎样去教人家行能够自己安慰，还能够去安慰他人，这个才是在才算是在于诸众中呢威德显耀的一种世间难得者世间难得者就是自己能够做，还能够去劝导别人做自己能够安抚自己安慰自己在做的过程或许有困难度，但是呢让自己还不断能够坚持下来，并且还去帮助别人
好，那当然，在无法之外，如果还能够修习禅定，再加重呢，就多加修什么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就更加的圆满哦。所以我常常会觉得，信愿心入门的人啊是最多的，之后就是属于布施型的，对不对？然后呢，听经闻法的是不是就少啊？那到什么修禅定的更少，哎，那如果这几者都能够做到，那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可贵哦，真的非常难得可贵哦，都已经算是什么特胜的信众行，比较特殊而怎样殊胜哦，特殊殊胜的这个信众行哦，哎，在信众当中已经是非常难得可贵哦。真的是非常难得可贵，加这个四无量心的修行、哦、好，那还有所谓的六念、哦、六念、哦、也就是如果这个心情比较怯弱者、哦、每修三念呢，也就是说念佛念法念僧、哦、三念是念佛念法念僧，随时随地、哦、就像我们说、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也希望随时都能够听到、哎、风树邪韵啊种种事，就、哦、或者、那个家禽在那边唱、哦、在演唱妙音，是不是就起了念佛念法念僧的心呢、啊哦、那我们在娑婆世界虽然不及极乐世界的 这些景象、哦、也因为在娑婆世界看到我们人间之苦、哦、也要能够激发我们念佛念法念僧的心，有没有？是不是也一样还是可以有、哦、那这个就要自己能够去下这个功夫、哦、这个修三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修四念呢就是在加上念戒、哦、到五念的时候呢加上布施，到六念呢才是这个修天、哦、或者呢叫做慈悲喜舍四无量定，共为六念、啊、那这个都出自于什么杂阿含经，主要都是为在家众来说的、哦、所以我想在座各位都算是特胜的信众行、啊啊、还有少数的人也修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是更加的殊胜，再加上如果我们随时平常还可以有三念四念五念到六念、啊、那更好哦、那就像摩诃男、哦、摩诃男他曾经听到佛陀跟僧众要到别的地方去、哦、他也心中起了难过的心、哦、还有呢难提长者、哦、离师达多弟兄、哦、也如此，还有喝离聚落主啊、身遭重病、啊、须达多长者、八成长者，还有摩达摩提离长者也身患重病、啊啊、也患病苦、啊、那讲到这些呢主要就是在讲说甲客们有旅行旷野的恐怖，比丘们呢会有空闲独宿的恐怖、啊、就等于说、哎、一个旅行者他就很怕哦、这个旅行到那种、非常 荒野 的地区、哦、怕有一些毒蛇猛兽的出现，对不对？但是比丘们呢往往都要空闲独宿、哦、那要安于空闲独宿却也不容易，也要有一段呢时间上的磨练呢，因为呢信众的这种理智薄弱，不能以智来智情 为了生死啊、生死别离呢荒凉凄凉、啊、荒凉凄极的这种阴影所扰啊，好、啊，这个是我们人之常情，对不对？所以呢佛陀就会教说啊，那么就好好的观想三宝、啊、念自己的布施或持戒的功德、啊、念了以后呢就有机会升天而获得安慰、啊、而获得安慰、啊、那当然后面就会讲到所谓的念佛法门其实出现得很早，因为在六念门是不是就有念佛念法念僧啊、哦、并不是到了初期大圣才有，其实在、哦、其实在我们说原始佛教就有了、哦、那主要呢也都是
透过 这些六念法门，或者三念、四念、五念，其实也都是让我们在这种情绪的这种阴影所扰的时候呢，那念这些功德来怎样来加强自己的这种信念的心而省掉这些恐惧对修行的一个帮助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